白京剧场精彩不断。向来啊，以大侠的形象在荧屏上示人的赵鸿飞呢，在血誓里面饰演了一个土匪头子。但是啊，这个土匪啊，并非是十恶不赦的，而是一个亦正亦邪的硬汉。我就是龙潭山的土匪，我叫林武。作为山匪头子，林武在山里绝对是一呼百应，有身像样的行头自然很重要，但是这个发型就算在当今也绝对够新潮。我也觉得是特别好，就是应该还是角色有这样的一个创作和发挥的空间吧。私下里的赵鸿飞就是普通人一位，也实在算不上帅哥，可他在剧里亦正亦邪的硬汉形象着实令人着迷。本龙秀死掉了，然后我林武去送他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带着两个兄弟，然后站在水里边，画面很美，但确实那个天气确实很冷的。在血誓中，为了对付老贼邱坤泰，林武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？每日新闻后，请继续关注白京剧场。去死！